为什么留在民宿饭店？那你要你要给那个老板玩哦、喔？这是什么鬼啊？没有人啊！哎、欸，你看白白的是什么？这是我帮你做好的。白白的是这个鬼？不是。白白的啊！哎呦，这是我帮你做好的饭，我帮你做好的米饭，你用它。我吃饱啦！你看，啊，怎么给我用在脖子啊？要推一点啊，太急了。等你喝羊奶。太急了。等你喝羊奶。我有事。好了，太急了，后推一点。这是怪兽店公司。我知道。怪兽店的女子。这是给你新做的帽子。不是，这是等你的羊奶，可以喝一喝。好，我喝羊奶。咕噜咕噜咕噜，也给你喜欢喝牛奶吗？然后红色的是什么？红色就是火龙王哦，火龙王哦。然后有一颗橘色，它就是魔四五国那样。有一颗是飞天鼠，有一颗是黑的。好。那你有 Turning Maker 吗？Turning Maker 是什么？摩车。没有。摩车现在刚刚做的。没有。对呀、啊。那还有淘宝机械战士。我们家有买 GK7， 就是七台组合成一个超大机器人，那个很好玩哦。这样太危险，路太远。小乖，你要喝牛奶吗？我们做桂林。他是老一百岁老爷爷。哎呀，我就说我还是年轻人。啊，你是年轻的老爷爷。哎呀，看来是年轻人，一点不要讲老爷爷。好了，你是500岁的年轻人。哎呀，我已经5岁了，他听不懂啊。你是7岁的。我5岁。你没有上学吗？那妈妈，你叫我妈妈真厉害。找爸爸带你还是妈妈带你？不能养那个。小乖，你是厨师，要戴这个煮饭，要戴厨师的帽子。哦，是厨师的帽子才，是厨师才可以戴哦。我是厨师啊。小乖还不是厨师。他皮肤也太白了吧？嗯。好白哦。请问你在做什么？你在修房子哦。请问修理好了吗？修房子的，拿水果去修房子，好恶心耶！拿水果来修房子啊！小乖要人家拿走了，好，你拿这一个。哇，这次又拿不锈钢的碗来了。请问这一次是什么口味的？我不可以这样敲，等一下老板来啊。因为这个是在煮东西的，不是敲的。这是我的苹果沙拉。苹果沙拉。加在这个里面是会很好吃的哦。是啊。这好像一只冰淇淋哦。哎，我还没煮好呢，还有很多。还没煮好，你怎么就拿过来给我了？
小乖小乖，你的好朋友。我爸爸来，我要打水莲。尿布，大家都是。我要水莲。你们要拍。小乖有用。好了。爸爸给你。姐姐有没有喜欢？哇，煮这么多。老板来了，好不好？老板说：“哦，你就留在这里煮饭吧。哦”好了。好了，这次是什么？这次这个也是水果沙拉。水果沙拉要拿去微波炉吗？要。要。所以我还没。所以还没熟，对不对？小乖小乖，我的好朋友。是我点你的。哦，你煮好了吗？对，光碟的。哦。这个饼干要煮。这个请你吃。不要。阿贝，这个饼干，这个饼干要煮的。哦，不要。我已经吃太多了。哇。